吃东西啊？十一也没吃啊。结婚呐，等于多了个亲人，一个人过，老病死只走一遭，结婚的人呢，等于把对方的也要走一遍。以后碰到的事儿多了，不能遇到什么都不吃啊不喝呀。饭凉了，我拿出去给你热热。林叔，你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吃。十一，十一，十一，您听到我说话吗？你醒了。感觉到哪里不舒服啊？嗯，我去叫医生过来。